盘子呢？要什么肉吗？第一个送喽，第一个送喽。好。借过一下。番茄的。第二个送喽。嗯。秀秀番茄。那个是什么？灯菜。其实在上面有了，其实切好了，头上。好白痴哦、喔！我头上，这里有鸡子肉。这边生菜在这，右上为什么拿不了？帮你给我拿。白痴，弄错了啦！进了番茄了啦，靠！哎。肉，唉，等汉堡凉了。不行，你要拿盘子那个。这样。汉堡菜番茄这个吗？不是小生菜，对，可以送番茄跟番茄啊干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拿出来了，救过番茄来不及，其实在其实有了番茄，番茄有了，面团番茄上面有了，来玩阎王灭火筒，尴尬。送餐哦，好。小熊猫，你干什么？我没事没事没事。有鸡肉吗？哦。当什么八八了？第一个八八了。对啊，你看小飞就没有再沉了啊，然后也没冒火了。所以这样就不算了，这样就要重来了吗？啊，你要试试看，这样，包生菜，鸡肉，牛肉，牛肉干嘛？牛肉在煎了啦。哦，对不起。你那边有吗？面包、起司。牛肉、生菜吗？这个好了吗？我是这样子没错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没有生菜，那没生菜。有啊。没有啦，刚秀那个啦。好好换秀。好了。包生菜、番茄。有吗？木山，差一点。凯文有吧？安娜，看鬼片看到不敢说。那你知道多看，你知道多看的。对，因为比较多人陪你睡，越看越多人陪你睡。看多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求高分了。哦，对，来吧。来呗。凯文了。先面包跟面团先，鸡肉，然后我要番茄，番茄，哎，我开这个好障碍啊！我来一个番茄，我一定要绕超大的圈，哎，这个高很多，这个三个，不是，它本来就要绕很大一圈，不然会卡，对啊，会卡，啊、旁边它旁边有一个。那个那种屌啊，卷卷卷什么？要钱？刚好我没有。我看一下哦。然后面包，面包要肉肉。好，等一下第一个在做吗？生菜在这。
番茄在这。有番茄，哎、欸，我来翻这边，翻这边。我，你们第一个要先出还是？没关系，求高分，没差，出。出。番茄，完。面。肉，要两个肉，翻到肉那个位置。番茄嘞？番茄有了。东西好了，出。这个等一下。好，这个可以烤了。哎、欸，可以从后面放了。可以。这么爽。好，忘记切。哇，怎么那么多牛肉？我在哪里？我有很多牛肉都要啊，番茄都要啊。盘子，我又是盘子。来，洗哦。哟，面团，帮我拿一个。肉烤好喽。我要开船喽。熊猫，借我手上的那个。好。拿面包，哎，可以啊。拿面包，包生菜、番茄，我有了。来，不要这个。这里。盘子在放着，盘子。就要拿什么？生菜跟番茄。哦，哎，对不起。生菜不是吗？啊！对哦，一次害两个人哦。等一下，快收起来啦！海参菜，来啦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汉堡吧？生菜啊！就等一下，我洗盘子，小鱼过来。我等你。汉堡，汉堡、生菜、肉肉跟起司，我的起司呢？盘子呢？这里，急！别！哎呦，不用丢的啦！啊、话好好说。我拿回去，你还不是丢的？你要丢远一点，你丢有人的地方。急了，跟他打喷嚏，你往人群里面打一样。哟，我来了。嗯，这挺好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割变了吗？错了，对啊，割变了我。可以啦，哟。五可以，800。我们好棒，舒服。这个数字我喜欢。先煎再烤比较好吃，应该是吧？我不太清楚。我怎么上去？看到了，哇！哎，这真的，香，很阴险。天哪！哇！这个感觉很可怕。哇！三个、五个出餐口，哎，是假的。对啊，然后一人一边，哎，两个人一边，哎。哇！我靠，好快哦！耍人吧！看，我先剁。它会一直转来转去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不用丢，丢很危险，不用丢的哦、啊啊。结果，小鱼结果。我去下面丢的、啊。我丢的。放里面，面粉，快，面粉。肉，这边肉，放进去。啊，吓！哎、欸，你们蒸锅拿过来哦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！哎、欸，小鱼拿哦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好，拿去蒸，拿喽、哦，好。鱼，哎、欸，出餐孔在哪？你右边，拿、哦，好，给你。带什么？面粉，蒸笼，蒸笼嘞，面粉。放碟子在这，
手速够吗？啊，啊快快！啊，算了啦，我妈的地上，那给帮我们，还要从上的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从上面就好了、啊，在傻什么？可恶！哎、欸，这边、好卡，不要这边吧，繁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哈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洗盘子哦，洗盘子哦，洗盘子，好好放。地上有面粉啊，秀，给你加两个啊，两个面粉。就我先拿一个送餐，你捡不起来。我的碟子。好了，靠呀，我拿不起来，我该怎么办？一，放，我很卡。这个，好了，啊，你给我一个，一二三。来来来来来，再来！哪有的这样的啦？有了！再来！你可以放上面吗？掉下去就让它下去吧，它会重来。盘子啊，快要好了！臭盘子！要几分啊？八百。哎、欸，啊，来，手手。我怎么觉得我把三次自收四技能都没用了？这个丢了。来，没关系，那不重要，丢掉就好了。来，空盘来喽。我们有两个可以用。来。啊，这个不要。空盘。你把空盘拿走干嘛？鸭子，我不要这个啦！真的不能去玩抽看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送餐！来！别冲啥？哎，盘子！来，给我！来，放！来！正欲，来！哇，丢在地上，捡不起来，要送餐了，烧麦，你为什么在那边？秀，你要拿空盘嘛？哎、欸，鱼来，鱼儿鱼儿水中游，来，来不及了。我买了不及，哎、欸，过了哎、欸，这是假的，操！又解锁了，我们很棒，好吗？我们的默契真的是不是盖的、欸？掉下去会扣分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反正海文不是应该解锁那個、角色？没有。凯文这次怎么这么抠？角色看不懂，是手说话吗？没有啊，后面人把他嘴巴捂住了。我没有。那好像有点和平耶，靠，一点也不。哎呦！快点！哇！欸，可以用丢的吧？哦、过来丢给我，丢给我。好嘞，不是这个丢啦，我说对面的丢给我啦。你干嘛不放到盘子上？丢不过去的。我怎么丢过去了？那可以，欸。完了！哎、欸，你们肉不拿去煎干什么？又重来了。我们自己煎吧。他的那个还在啊，可是他会修起来而已啊。那是干嘛？你们为什么不把面包装在？这样也烧起来，你是水嘞，先生。哎、欸。
哎、欸，你刚刚新中盘，新中盘那个棋子，没有啊，我还是一样啊。一样什么？装不到啊，你还没接。有一个切好的在这。哇！我多了一个平底锅耶！你那边焦掉了、啊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那边焦掉了。我只能交给你处理。干嘛放上去？这样子会增加他们一个空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平底锅是我们的，我们这等一下会少一个。你在想什么？他是赚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他们那边没有垃圾桶。差不多了，还在抖动哦，我刚刚看到。那么细哦。在抖了。继续切。锅子回来了。番茄，番茄，没有啊。没有番茄啊，怎么有番茄？生菜，生肉。不是你不要再装汉堡了！你凶什么？不小心的。我就只有这。你要什么？给你嘛，钱都不对啦，我没有啦。我只要肉排，我就知道你没钱啦。你知道，那你还一直催我。嗯，没钱。气！不要气，不要气。哎、欸，过去了。哎、啊、干，啊我们的在地上哎、欸。切个。啊！在干什么？去了。救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拿那个起司，装那个。对对，送餐。肉，我决定了。煎到一半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丢给对面就对了。拿起来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这样。整盘丢给你们，我这边找一个锅子，上面那个放上面，放上面，对，啊干，我们也没有垃圾桶啊，然后什么在对面啊，掉了。这也太难。唉，师兄，你是不是要修一点？师兄，又好啊，好，OK， 继续，继续好，麻烦心，好。但我没按，好，因为我懂你啊。晒啦，你才晒，臭死。丢着啦，慢慢慢放。你不能从旁边丢，那书袋有东西，你就不丢不到，你就丢不到了。不，我不会丢。要丢啊！哇，丢了，丢了。那我拿起来，拿起来，要换了，要换了。哎、欸，啊！你都知道要换了，你。没关系啊，它会长上来。我盘子可以给我一个吗？谢谢。谢感恩。啊！放一下，交换一下。我要肉，请感恩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不顺便把锅子给他们吗？不要，他们这样，他们太多锅子。哎、欸，
给你们煎。要换哦，你们锅子要不要拿过来？有。哎、欸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干嘛？我靠！哎、欸，你竟然把肉拿起来了、欸，怎么那么猛啊？找一个煎，找一个盘，干嘛？刚刚都说快换，哟，哎、欸，这泡过水了、欸，哎。哎呦，他们都能吃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很棒？有啊，能掉地上东西都。三秒啊！冰棒掉在地上也跟我三秒。红盘。哎、欸。老鹰拿菜刀很可怕呢。哇，你我老鹰拿菜刀很可怕。那土拨鼠拿菜刀嘞？章鱼拿菜刀嘞？哎呦，章鱼哥啊！那唱一歌是音乐家，不会煮菜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去。好。哟。好。你那边可以给我一个锅子吗？嗯，不要那么自私哦。我刚刚只有一个锅子在煮哦。都给他们。你不帮我。都给他们，生气。哦。他不是要。都可以吗？面包，面包，没有包皮。空啊，小的。这边，讲什么？我去，包皮，中山。什么东西？就面包皮呗。擦。差一个，你缺什么啦，小鱼啊 ？No， 等一下，你觉得我们？对，你们很，能怎样？你们说啊，有困难要讲啊。我们很可爱。啊，菜不用切哦。嗨。十块钱不多。菜哈、哦，我靠！你要接得到啥耶？我好棒。你最棒！怎么爬锅？面包皮地上有一个，面包皮地上有一个。啊！你不用放肉给我们。哇哇！也是成就，也是成就啊 ！So many cooks！ 哇，好多煮饭的人。咦、哦？哎、欸，瓦力，是瓦力。晚安，要睡的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谁的心跳声那么大声？对啊，心跳声。刚刚嘟嘟嘟嘟两下。这个。在抓头。抓什么心跳声？太神啦！老老。秀，你面包不要放在这边。面包应该是放你们那边的。哦、oh. ，对你送我们这边只会占运输台的位置。啊！看，嗨 ，O E， 满的，嗯，别那么气呀、啊！拿去喂鱼哦。对的，你宁愿喂鱼也不要。哎、欸，拿起来！不知道。给我们放运输台上给我们。盘子有一个吗？有，一个而已，一个、哦、不要多。我爽怎样？我爽，傻眼是不是？我听到了。本来想骂脏话的，结果我忍下去了。忍屁哦！我丢肉啦！啊，好，哎、欸，好了，两个面包好了，面包。对，面包送肉肉。熊猫，你干什么？那边是最远距离，你们拿走，等一下就煎了。怎么不放这边？更快啊！我先拿起来，我听你说，我听你的话。我要吃肉肉。嗯。就像吃肉熊猫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丢。
你给我老婆，给我财财，给我。熊猫蠢蠢。面包不要再丢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我来出餐好吗？好玩。不是你盘子还不上去。你们，我在你给你们洗盘子啊。刚刚一直空干净的盘子在这边啊。好, 好, 好。刚洗好放上去。我的。哇塞。好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催他们。刚刚他们也没有催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催他们。快！切！切！面包！面包丢给我从小！启示！乳酪！启示！启示！启示！快点！啰！这边，放这边！我要捡肉喽！就想捡肉喽！丢那边！不要理他们，叔叔！不要理他们！哎，盘子啊！脏盘子啊！该你了吧，脏盘子。放在里面呢、啊。盘子。哎、欸。叫你切啊，他在催你，你感受不到吗？谁闭嘴？你怎么放回去啦？队友。放回去。队友。队友切，队友切生菜，哇，不行！哦，面包夹在面包里就好了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他叫你小姐，小姐小熊猫，你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生菜，对不对？丢你呀、啊！滴滴滴滴。我要面包了！你要面包干嘛？我不懂啊。我不懂，你要面包干嘛？我想把肉抓起来。我不玩了。科布被盘星吓到。活该。还是你想要被透明人吓到啊？不会最后一关了吧？欸、感觉是哎、欸。有可能。1500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1500分欸，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嘛？干嘛骗我？骗你干嘛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？唉，最后一关了。我们带着小熊猫穿过来了。真的，我们一路坎坷的过来了，一路跌跌撞撞。喂，最难的还是那个。那个三个人要一起动的那一面，那个画面，厉害的是，像洋葱王国名食物大战，要煎呢、欸，要煮饭，要煎东西，我操、啊，菜嘞，东西怎么来？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快点，生菜，生菜，生菜没人拿、啊，生菜没人拿、啊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有按钮哎、欸，我按过了没有用。大家可以再按吗？哎、欸，上菜怎么去？哦，加横哦。按哦，我切过生菜了啊，盘子在哪？盘子吗？开门 ，open the door please。按。虾子。啊，来了，哎、欸，有鱼。有盘子吗？好看，好玩啊！哎、欸，要按按钮吗？要按按就讲哦。按不到，按不到，我按不到，按不到，按不到。结果，我、哦、按了，出去。哎、欸，你刚不是有端那个吗？出去。哎、欸，就一个盘子吗？不要生菜，不要生菜了。我要倒掉。还有鱼，这是什么火？按钮一下。瓜饭，饭在这边。放按钮了，给他让路，让孕妇走，让孕妇走。不不不，
拿张盘上来。哎、欸，不是。东西太多有点杂哎、欸。那个火。盘子下下。给我放下放下。你们按钮，你们按钮，我不能按哦。哎，我在弄这个。按钮，按钮小熊猫。饭。饭右上。这个饭我做好了、啊。又一个。哎，完了，没盘子。哦。有啦。这里饭。你对不起。你真棒。快点。哎、欸，他时间给好久哦。